获得一个冠名权，有个条件，就是要玩游戏先赢了，然后就可以获得这个冠名权。如果是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就是谁是卧底，要是卧底赢了，冠名权就是他的；如果是其他三个人呢，就他们投票。好，啥做？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就喝吧。不要打我呀，他拉嘛，拍你一下，打街头。这条内裤有没有新的？有新的内裤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没有买，没买到内裤。这是什么呀？是金桔，还有红的，红的，红的也有。哎，你队长说你。失误，我忘带了。哎，你就觉得我特别老实吗？我九零后就特别老实吗？特别老实。哦。好，下次不让他上节目了。特别老实。哦。不让他上节目了。哦。知道李永元呢？听过降龙十八掌吗？为什么会去圣？这有什么关系？他们没听说过降龙十八掌。降龙十八掌是中国的，圣斗士星矢是日本的。不是，我就跟他们说一下。啊、好，继续。如果说你身旁的另外两位掉进水里了，你要救谁？先问。这个问题我知道一个什么问题。我们来，我为什么？我会救王俊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比较肥，然后他救起来，那个水位就下涨，然后千玺就淹不死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他是在开玩笑的，其实。其实谁比较我不中了，嗯、对不对？因为王源这么坑我，我就不想救他。他那么坑你，说我肥。